开幕式正式开始。 双年展的系列称之为未来展，它一样，它还有一个城市的那个，对，有一个山水的那个，山没有城市，就树，就松树，没有给出没有城市的图。在中国的年轻一代的艺术家的创作中呢，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和现象和景象，是我们上一代艺术家和我们这一代艺术家以及国外的艺术家的创作中所没有的。 他们这是惯了，惯不了了。他在树上跑一下，他在树上跑一下。我们这个展览这次所展现的。 是青年艺术家的目前的一种存在状态，包括他们的创作状态，包括他们的思想。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呈现的基础上开展我们的研究。
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290人被提名之后，就290人当然是也可以说是沧海一粟，在中国这么多艺术家里面，但是他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现象。就像我刚才讲，这个现象不能代表全部，只能说算是冰山一角，只能说在这冰山一角里面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批艺术家的一个状态。比方说他们有很强的那种自我表现，有很强的那种自我想象，有很强的那种对一个新的空间啊，一个新的这个自我意识的表达啊，关心自己。但是这里面大家也注意，他关心自己不表示不关心社会，或者从演员的你看一眼。第一名，写点那个很有名啊，斗志大的。我们想本来准备做个胸章写点，写点。那天侯影发，反正我整个看了一遍，哎呦，这是吧？你们都忙得跟孙子似的。我也看。那些画儿、那些文字，是最亚文化的，是典型的，就是最基本的亚文化，最典型的亚文化。那有点重，从那这山图，就底下删一张，留两张或者就留两张都行。不是，我觉得那个底下那个，或者把中间那张去掉，中间去掉，然后这两张放大，留着那两张放大一点。主题锁定在亚现象这么一个专题的展览上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在这些出色的创作中呢，我们一定要研究，就是这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的取向。我们现在看最大的哪几件作品，现在先拎出来。可能的各强是怎么各啊，或者展厅的展厅的有什么创意的各强啊，可以。那现在比如说上次说那个裴丽，他那个是要他心里应该有数了。哎，多大成多大啊，你说150万是一个正方形还是这个长方形还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要他提供的。第二必须出第二个方案，你这个没估计没办法提供到150平方。过一下我又完了。我估计从我们等一下再谈吧，好吧？啊，知道这个。然后还有比较大的影像吗，同志们？再看看刚才那两个假例的。这张好，对吧？这张地铁啊，什么什么街道啊，什么的角落呀、啊，什么的。反正涂鸦应该是在这些。对对，我就一进来涂那么多是，一进来我倒觉得。对，这些都是入选的哈。对，这些都是入选的哈。都是。看看大家在。李青刚才还是大的，没有。李青就是那个。李青说有个。那张也是3米左右是吧？哈，那张。要么这样，两张尺寸一样。那这两张都来，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位置啊，说明你很有远见啊，也很有眼光。啊，你的悬果冻锁的很好。双辉有六个电视，应该比较好玩。但六个电视，我感觉是每个电视一部片吧。它正好六个片。李与其这个版画，评价比较高，啊，还有他用那工具啊什么很硬的，然后还有蔡永和，他也是有点土土的，这两个放在这面墙，啊，那版画啊，然后我就想现在这一堆我想改掉，然后这三个比较卡通的放在这面墙，啊，三个比较卡通放在这，这个顶头这里加一个雕塑，就是那个陈哲的放哪儿？我觉得这个厅里是不是太那个什么温和一点，咱再写点一点的那种，是刺激再强烈一点。陈哲上水泥墙，都很多挑的，对，他东西他最初那张挑的，但是这个应该都是新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好，而且那单纯独立，一般的大师我们都放在这儿，在地上写上大师，你的骨头接着做，哎，做好了就骨头好的就铺地上。对，还是骨头啊、肉啊都可以哈。那么现在可能年轻人可能时代变了，他们的这种跟主流、跟社会、跟环境的这种
紧张关系就是跟前几代又不太一样。那么我们比如用关键词叫微抵抗，就是他们的这种抵抗是可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或者说具有这个时代的特点。有这个东西，还有一个这个足够了，因为你两种语言，你多了一种东西，你还得多说好多事儿。你要说不了什么太多事儿，就等于是那个东西加了，让你减分了，明白吧？但是它的等于这个两个的影像内容一样，一个是真的，对吧？一个是真的。对。那你假设你要不展？不，这个就是电视。那电视原本是两台电视或者两台投影，现在等于是这一定要黑的干嘛？哎，一定要机油干嘛？所以用水同样效果，水没有那么亮，没有机油的这种效果，对，还有镜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做项目的过程中呢，其实是一边工作一边的嫉妒和羡慕这些年轻的艺术家。这是这方得站两面墙，王胜站一面。对，咱三张画有点空。行，反正大概这块往这边一点，然后那块儿，张一凡，张一凡还没地方啊。危险。中央美术学院作为一个最高的研究学府，它的这个学术性应该体现在对于现象要做出尽可能专业的研究和评估。其实这个现象一有，你每一个都有现象一，那是哪现象一？我看现象二，现象。出我们的看法，我们对这种现象要有我们的认识，我们要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包括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是啊，我就画廊了。你跟他走。这个我觉得这个影像展出就不会太大的冲突，而且我认为说这次展览对你来讲也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览吧。啊，我们在二层。二层是吧？嗯，不是特别严重，不是特别人抬轿子。你那小车没了？我觉得今天爆满，没带。先挪边上，先挪睡。这个然后这个三角啊，三角那个 U 小 U 这个、啊、小 U 三角啊。Now I like many people in the West and many people in China, critics, curators, and collectors look anxiously to see what the new generation will produce.Thank you.
就很认真地研读了一下，就是他的那个这个展览的那个提示和宗旨，然后我发现这个展览很特殊，然后很严肃，然后让我有些紧张。就是原来我发现就是中国青年，艺术家在这个展览里面算作一个被研究对象，然后我现在就代表被研究对象和被羡慕的对象，然后说一下对这个展览一些特别简单的自己的理解吧。这次展览就是展出了我们当下就是目前最近的一些作品，然后也一定程度的反映了我们现实所面临的一些状态。然后这些作品也反映出了就是我们对外界和对现实状态的一种回应和思考。然后我很荣幸就成为中国青年艺术家其中的一员。然后我对那个大二的时候对那个李松中老师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当时跟我们说如果谁说你们是艺术家，然后你们就对他说你才是艺术家，你全家都是艺术家。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很荣幸成为中国青年艺术家其中的一份子，我也很喜欢这个名称。期待的就是这样，可以跟一些其他的艺术圈的朋友就是很深入的去谈一些问题，宇宙啊，银河啊。其实我小时候挺排斥书法，只有在课程里面非得被要求。因为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是很自然很美的环境，包括对中国所谓的传统啊，我们怎么去思考，我们怎么面对世界。那么即使新的血液注入到一个相对滞后的一个身体之内，新血液是否能够得到一定良性的循环，新血液是否是真的新的血液，是否能够适应这个系统。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做装置，然后我就会在想，就是说可能人本身是反对一种物性的，就是人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一直在试着所有的努力，然后去把这些东西不高兴的事情表达出来。I'm not saying I need to be happy, but I need to be at peace. Conflict is completely contrary to art making. 古诗都背不下来，然后也没有什么专门的跟谁学过琴，六艺棋也不会，所以阴阳啊、平衡啊、什
什么自然啊，就这些东西是你必须的。妖是什么呢？妖大概是一种修成人形的植物、动物或物件啊，比如说一只狐狸啊，活的时间很久，那它就可能成精了。Protected or protect myself？ 没有这些这方面的人才或者知识，或者是因为机构的一些其他的考虑，机构是不是就美术馆是不是觉得不应该去养这样的这个？The sad fact may be that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means not always survival of the strongest, the smartest, or the most complex organism, but the one that fits in, that fits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This network paradigm is reflecting the internet. It's reflecting how we think and how we work and how we socialize and how we participate in society.That's very strong. 对，这个关于亚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真是也算也只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尤其是在这个艺术或者当代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这个维度而言，介入啊，而搭建一个国际上当代艺术一个平台，来大家来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共同的讨论。